这边的话现在就可以看得到那个清洗压力，这里显示的就是清洗压力，这个位置显示的就是总计时，我们从按启动键开始的一个总计时，看得到这里它一直在进行循环嘛，它从你看，刚才你不用视频，你就拍个照片，是吧？原来的这个照片和现在的照片一比较，这洗得非常干净，对吧？确实是这个地方，对，就这一拍是最明显的，对，最明显的这个地方。这个我要。